Vào chiều ngày 25 tháng 11, đêm hội gào thét IKEA 2023 đã được tổ chức tại Macau. Sự kiện này quy tụ dàn sao đình đám của Cbiz đến tham gia. Đây cũng là cơ hội để công chúng được ngắm nhìn các nam thần điển trai cùng những nữ minh tinh xinh đẹp trong những tạo hình lễ phục lộng lẫy. Hãy cùng Cbiz Film nhìn lại những tạo hình thảm đỏ đẹp nhất trong đêm hội gào thét IKEA 2023 nhé!今年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提名，我们也期待着一博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角色，也都非常的深入人心。今天请到一博来到《天桥之夜》，我们先请一博跟爱奇艺的朋友们打招呼。爱奇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博。好多人都非常期待一博在爱奇艺跟大家见面，然后后面有没有什么工作计划可以跟我们小小的透露一下？不能，目前还不能透露是吧？好，那我们一博内场，一会儿见。 秘密帮我们来签名。由秘密主演的《狐妖小红娘》《月魂篇》还有《哈尔滨1944》也会在爱奇艺跟我们见面，我们先请秘密来拍照。这两部作品呢也是颇受关注，我们也期待着秘密的新剧在爱奇艺跟我们见面。 哇塞，非常漂亮！也期待着杨幂老师今天晚上在爱奇艺在《尖叫之夜》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好多朋友都在等待秘密的出场，来，我们请工作人员送上麦克风，先请秘密能不能跟爱奇艺现场线上的朋友们打个招呼。欢迎松韵，来，请松韵多走两步来到我身边。 一直被大众称为心中的白月光，对剧本和演技有高要求的他，出演的每一部作品可以称之为是精品。而由他主演的古装电视剧《一念关山》即将在11月28号正式开播，包括他拍摄的《狐妖小红娘》竹叶篇也会将在爱奇艺跟各位观众见面。让我们一起期待，欢迎石师姐来。 我们请刘诗诗先签名。每次在活动上见到刘诗诗的时候，都会觉得如此优雅，如此美丽。我们往前一步拍一张合照。而我们的刘诗诗主演的电视剧。 《一念关山》即将在11月28日正式开播，就在爱奇艺，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守候。你一定可以看到他的名字，例如《一生一世》《终极一步》《锦衣之下》等，而马上由他主演的古装玄幻电视剧《烈焰之舞》《庚瑾》也即将播出。
见到嘉伦哥都很开心，因为他的剧集总是能让我们感受到热血少年的魅力。今天来到尖叫之夜，也期待着演员林嘉伦你玩得开心，跟我们爱奇艺的朋友们见面聊天。再到今日宜家游，展现了搞笑略带夸张的反转魅力。王鹤棣呢，实打实的用实力证明了演员的价值。2023年，我们在屏幕上看到了一个更成熟、更多变，也在不断进步的演员王鹤棣。一切靠作品说话，他做到了。欢迎弟弟。欢迎弟弟，来，我们先请弟弟签名。我先请弟弟跟爱奇艺的朋友们打个招呼。Hello， 爱奇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鹤棣。哎，欢迎弟弟，刚才还没拍照，对不对？好，我们帮弟弟拿着麦克风，我们先拍照。摄影师的闪光灯们不停，我们请弟弟先跟爱奇艺的朋友们打个招呼。Hello， 哎，不打过了吗？打个招呼。Hello， 的爱奇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鹤棣。又来了一次，大家的热情，非常期待你登场。刚才我看到你特别暖心啊，有很多等候已久的粉丝观众朋友们，是的，你来给他送上安慕希。是的，是的，因为粉丝朋友们都站了很久了嘛，就想说请大家喝一点安慕希，补充一下体力什么的。没错，我们的弟弟也把安慕希益生菌酸奶送给了我们的现场粉丝朋友们，也期待大家跟弟弟的陪伴可以一起期待更多好的作品。那这次来到尖叫之夜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很开心，很荣幸能够来到这个尖叫之夜，然后体验这个盛会。是因为去年是云录制，对对，云录制，然后今年是亲身体验，然后非常的开心荣幸。好，我们也期待弟弟未来跟爱奇艺有更多的合作，好不好？好的，好，我们一起过那场，稍事休息。特工任务自开播以来呢，成绩和网络热度一直处于同类型剧领跑的状态，热度一路领先，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是的，好，一步拍照。大家都好热情啊！好，再次欢迎大勋哥，欢迎浩伟，我们一会儿内场见。好，谢谢。播出呢，云之羽获得了大家的热捧，收获了不俗的口碑和热度值。欢迎星星，星星，爱奇艺的老朋友们呢，我们先在这儿签名。获得了很好的成绩，我们也期待着演员虞书欣在今后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作品。好多也有好多的好作品在爱奇艺跟大家见面，欢迎二位，先请二位签名。
站一站啊。有好多的朋友们在观看田耕记的时候，都被那种田园自然生活的氛围感染。也感谢二位演员为我们诠释了这么好的角色，来，请我们送上麦克风。我们请小西还有西薇再跟我们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甜甜西薇。大家好，我是演员孟本熙。好，西薇，这次来到尖叫之夜感受怎么样？就很开心，好多人啊。好多人啊！啊，那今天其实好多熟人。二伯娘怎么不见了？二伯娘赶那场去了。是的，我们一会儿那场跟她团聚。其实田耕记呢，今年有好多好多朋友都非常喜欢，有什么话送给支持你的观众朋友？我想对田里人说，希望你们心情好，身体好，收成好，今年好，年好。哎，我们再来拍照，笔先给我。好帅啊，又想默默地说，是不是？好，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递上麦克风。我们先请哲远跟爱奇艺的朋友们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陈哲远。哎，欢迎哲远来到尖叫之夜，太瘦了。瘦了吗？真的。你也瘦了。我也瘦了，是不是？其实现在哲远正在我们白色橄榄树剧组的火热拍摄中。那这个角色有没有什么创作的心得和感受跟朋友们分享？这个角色可以说就是这部戏我为李赞然后我饰演的角色，付出了很多我的第一次。是的，是的。所以可能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期待，然后希望这部剧能够尽快的跟大家见面。好的，我们也期待着哲远的新戏《暗夜与黎明》，还有《白色橄榄树》。对，好，谢谢。那我们移步内场观礼，稍事休息。送上麦克风，我们先请晴岚姐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我今天的嗓子还是有点抱歉，但好在恢复得很可以。诸位，这嗓子好点了吗？好一点了，因为最近也是在跟老师在上课。其实永远能感受到晴岚姐是情绪稳定又那么漂亮，也希望晴岚姐可以好好恢复，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好，好，一会儿内场见。我们在背板前来一张合影。看这边，这边。手机挂你包边去。好的好的。其实莲花楼呢，作为今年暑期档的绝对爆款剧，为热爱古装武侠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这样我们请工作人员送上麦克风。我们拍照的同时，先请莲花楼的各位主演们依次跟我们打个招呼，从陈奕先开始。陈奕先来。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陈奕，欢迎陈奕，接下来。关注我们的剧集。好，
其实很有幸啊，我也出演了《宁安如梦》中的镇宝一角。签完名之后，我们先请各位主创往中间一步来拍张大合照。好，我们先看中间的老师。好嘞，今天宁安如梦的剧组主创们来到我们现场，我们先请工作人员送上麦克风，跟大家简单的打个招呼。我们先从导演开始。Hello， 大家好，我是宁安如梦的导演朱瑞斌。欢迎朱导、白鹿。Hello， 大家好，我是宁安如梦饰演江雪宁的白鹿。欢迎白鹿林鹤。Hello， 大家好，我是饰演谢菊安的张林鹤。欢迎林鹤。Hello， 谢宁。大家好，我是刘谢宁，在剧中饰演的是公主沈芷一。好，接下来新月。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新月，在《宁安如梦》中饰演张哲。好，浩进哥。大家好，我是《宁安如梦》的制片人全浩进。谢谢。好，我来快速的问大家一下，陆姐不是第一次来尖叫之夜了，跟爱奇艺也是好朋友了。是的。有好多优秀的好作品被爱奇艺的观众们深度的喜爱，有什么话想送给支持你的朋友们？首先非常感谢爱奇艺了，对我这么信任。然后后面还有很多部跟爱奇艺合作的作品，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期待，多多支持。是的，要支持演员白鹿，我们期待鹿姐精彩的表现。接下来林鹤，林鹤今年有四部剧在爱奇艺热播，是《宁安如梦》还未完结，有什么打 call 的话送给观众朋友？谢谢大家这一年来对我的喜欢，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多多关注我以后的作品，然后也希望爱奇艺，也很感谢爱奇艺可以给我这么多的机会。好，仙宁和新月是第一次来到尖叫之夜，有什么话跟我们分享？真的很开心能够来到尖叫之夜，然后宁安如梦呢也是我拍的第一部古装，然后也是第一部爱奇艺的剧，然后真的很荣幸能够参与。好，希望对，期待演员刘仙宁更好的作品。新月，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尖叫之夜，就是前任周迅老师。好多人啊，好多人啊，好热闹啊今天。然后其实虽然我是第一次来，但是我入行三年拍了三部戏都是爱奇艺的，有两部都是全总的，都是大家的，很有缘分。好的，感谢各位演员各位主创的付出，我们一会儿今天尖叫之夜的内场跟各位团聚好不好，一部内场休息。